但你却没有亲手为我做过些什么。谁说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这。 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。我还是烧了算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。 我都会乖乖听着。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戴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 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嗯，我看看。 Thank you.